老公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俺妹打电话说咱妈生病住院了，我妈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圆圆呢也没有工作。你上次那个工程款不是下来了吗？再加上我平常买菜的钱，能不能先拿它给俺妈看病啊？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啊，拿我的钱去给你妈看病？再者说，你行啊，敢背着我上私房钱？下个月生活费我不给了啊。好，但是俺妈住院的钱你能不能先拿上？对不起，没钱。他现在真的病得很严重，他在医院呢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公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妈，俺妹又没有工作，家里现在就靠我一个人，这个钱就当我先借你的，我以后会还你的，行不行啊？还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啊？等以后俺妈病情好一些了，我和妹妹出去工作，会还给你的。你出去工作，那这个家谁来打理啊？去请个保姆嘛？不用花钱。我告诉你说。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头，伺候我。可是俺妈真的病得很严重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你也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废话。你妹要是有本事的话，自己去挣去；要是没本事，你别在这跟我啰嗦，干你的活儿。我会还给你的，你借给我吧。啊！滚！开门去！这次病了，急需一笔手术费，能借的我都借了，还差一些，你看能不能帮帮我们呢？妹妹啊，不是姐夫不帮你，姐夫是真拿不出钱来。你看俺姐，整天待在家里，不挣钱不说，还得花钱。我这资金是真的周转不过来，我就是想帮你，也帮不了啊。可是妈，这次如果不动手术的话，命就不保了呀。老公，妹妹啊，你可以问问你姐，是不是啊？我这资金啊。真的周转不过来，嗯，好了，送客吧。行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去吧，我送你们也。面，
姐，怎么了？我这儿有张卡，里面是我的私房钱，5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姐，这整天对你不是打就是骂，又为什么不和他离婚呢？你这么过下去是为了什么？他不会同意的。都怪我没本事，我会努力的，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早日离开他，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。妹，你别这么说，回去好好照顾妈。姐，你自己好好保重。嗯。喂，哪位？是吗？银行卡是吗？那是我的钱。你是嫌钱多是吧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以后自己也挣啊。行吗？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就过分了，怎么了？当初你们家有彩礼的时候，考虑到我吗？现在跟我讲这些？行吗？你就是个王八蛋。当初妈看你创业难的时候，不是把钱全部退给你了吗？全部退回去，是全部退回去。那当初还有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当初我们家为了借这些彩礼钱，所有人都借遍了，受尽了委屈。怎么？现在看我起来了，你们就想来巴结我了是吧？想多了，滚！给我过来，滚！下饭给不给了啊？给不给了啊？下饭给不给了？我就这么一个。